来，请坐。你先说你有没有自己验？先生，你帮我拿着一下。什么时候验的？好像植入之后第五天就开始。真的？所以你验赌壶是有拿钱要来还我？好，我把这个再丢进去，跟你赌双胞胎。虽然我们只换一个胚胎，换一个吧，换两个。那我就跟你赌双胞胎，我们再赌大一点。如果双胞胎的话，它的怀孕指数应该是。会是一千多。你说抽血的呢？这次我那时候有跟你讲说，不是怀孕的问题，是几胞胎的问题。我现在跟你呛赌双胞胎，再还你。假滴滴小心抓一大把。你植入以后五天验排卵验孕棒还是排卵试纸？都有。啊，两个都两条线。对。那一定双胞胎，因为第五天就验孕棒有。你第一次看到两条线。心里的感觉怎么样？开心啊！所以你就验那一次之后，有再验吗？都有，每天都有。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你验六天了、啊？有一天忘了验。好，第二天验十只。我看一下，有多？你应该去淘宝买一个一块钱可以买两只那种看。我买一整盒十个。多少钱？好像150吧。在药局。淘宝的。我在药局买的。结果。我三号开始验的。邮局有卖验孕棒？不是，验孕棒。药局，我从三号开始。这是第一天。对。九月三号哦。四号忘记，然后就都有一直有。所以你，你还不早讲，害我这么很担心。我们是不是一次成功？一次成功，不稀奇，要双胞胎。好。你植入的时候，当下你。